什么晚安？立功下。他说你要唱晚安曲。我要唱，这么快吗？那也太快了。听起来很棒哎、欸。半小时啊。我没有时间感觉到很闲。对，就是今天是我。哎、欸，好尴尬哦！我每次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就会特别的不知道我讲什么。对啊，我就会失效哦。啊，今天是就是一个月一次的 Kurumi 的 Live。因为上个礼拜在就是在想说要唱什么的时候，在选歌的时候，然后就有听到那个也不是听到啦，看到就是气象报道说可能会有台风，不过还好没有，要不然雨就会很大，所以我就选了雨天的歌。不过就算没有下雨，我还是会继续唱雨天的歌。唱到它下雨为止吗？不是啦，不要这样，有啦，它有下一点点。你们来的时候有淋到雨吗？没有，有没有很好？有，有。为什么？那公司客运停在有淋雨的地方。可以带雨伞啦、大家不要淋雨啦，淋雨就会感冒，然后感冒就会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不舒服。上个月就感冒了，对啊，哦，上个月，对啊，不知道昨天有没有人知道？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哎、欸，我上个月有就是感冒很长一段时间。两三个礼拜吧，我就没有声音。然后上个月 live 那一天早上起床，我发现我完全没声音，不能讲话，傻眼。对，完全没有声音。这是表吗？对，可是我自己有声音的。然后今天的歌的话，都会是中文歌。好，超过新人的，那就废话不多说，先带来一首跟雨天完全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歌。对，暖暖。梁静茹的暖暖。